大家好，我是 Miss Win， 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如何在 MCO 带领团队创造五位数的收入。这位是 Mr. Bob， 之前是一个卖斗鱼商家，在我的团队两年后，在 MCO 期间成功升上了经理。这位是印度同胞，之前在一家工厂上班，每月领薪2000元。加入我的团队一年后，在 MCO 期间买下他的梦想豪华汽车，每个月都有5位数的收入。这位是美女苏林贝，之前是一个微商，在今年1月开始加入我的团队，成功在4个月后达到了5位数的收入，也买下了他的梦想汽车。这位是 Philip Wong， 他是一家 event 的老板，因为在 MCO 被迫停止营业，而专注于 COVID 的事业，在 MCO 的第16个月升上了经理，也完全改变了他的生活。虽然面对新冠肺炎、MCO 种种病毒的问题，我依然可以带领他们在 COVID 创造奇迹。有梦想的你，我在等你。